这是一款18英的音乐盒，哦，那个里面的机芯呢装了三磁铁的支架，那三磁铁支架总共有三个磁铁，那上面这部分呢，我一个是用强力磁铁，另外一个呢是用有弧度的这种磁铁，好，那它两个会有不同的效果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用强力磁铁，所以它会被拖着走。然后我们再放另外这个有弧度的磁铁。用两种不一样的磁铁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就会呈现不同的效果。一个是会被拖着走，那一个呢会在原地的旋转这样子。那这 DIY 的音乐盒呢，你还可以在旁边做一些简单的布置。